继续来到好声联播网，好声98.9电台。今天在我们好声音乐SPA上呢，邀请到这位女生，她最近有一个新的封号，叫做台语流行音乐新派女生，对不对？欢迎张涵雅。Hello， 大家好。Hello， 咖啡糖。嗨，哎，这个封号很长哎，要不要聊一下？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些朋友是认识你的，从歌唱比赛时期，但是一眨眼，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对，没错，其实时间过得很快，休息了就可以。对，那个时间。这十年中也发生了人生有很多的转折啦，所以我们要请涵雅好好跟大家聊一下，因为你这次带来自己的新的台语专辑作品叫做望望希望的望希望望，对，要不要介绍一下这张专辑？蛮厉害的，找来好多优秀的音乐人合作，对，而且你挑战了台语很少见的 EDM， 对，然后又有摇滚，又有 rap， 然后又有爵士，对，好复杂，很难哎，那制作人一直在考验你哦。对，其实这整张专辑一开始其实想做这张特别的专辑，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了小孩啦，觉得好像日子过得蛮稳定的，也很安稳，这样我觉得也是幸福吧。是啊是啊，很幸福，但是我觉得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那孩子也生了嘛，老公也到手了吗？所以是不是应该放手一搏来做做？反正也不管红不红，反正我就是好想把音乐做好来，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来弄一张不一样的台语歌。那一开始的发想其实只是这样子的发想，但是后来因为阿达老师、苏通达老师把整张专辑的风格变得很完整，就把这个制作人很变态，形容实在太中肯了，是不是？他给你好多的挑战。你觉得这专辑当中，其实我们大家听到说棒，然后听到就想说，这个女生是当时那个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张涵雅吗？对，然后是唱起台语歌曲很抒情那一面的张涵雅吗？或者是她是那个很有态度的张涵雅吗？好多的疑问就出现了。对，因为这一张专辑的确曲风就是风格非常的多变，也都很特别。那的确我自己也做了很大的突破跟尝试。专辑当中当然曲风很多变，有 EDM 之外呢，其实贤玲还蛮喜欢另外一首歌曲，就是《风吹孤单》。对，这首歌在专辑里面有两个版本。是的，要不要分别介绍一下？其实一开始我们收这首歌的时候，它的曲风比较像我们bonus track 里面所听到的那首比较纯钢琴版、柔情版。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柔情版听起来就是很有 Adele 那种风格，就只有很单纯的钢琴配上声音，那整个搭配起来我其实非常喜欢。但后来阿达老师说他脑子里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画面，三天三夜版的张涵雅出来了。Linkin Park 张涵雅 Linkin Park Linkin Park 行不行？完了，我们刚刚不是想说我们要走气质路线，然后就我们又歪了，一不小心我们路就歪了。对，金属摇滚路线是，所以后来又决定做这个版本。那没想到做了这个版本之后，天哪，觉得实在太大众那个心，对对，大众了，真的。所以我们自己听了之后决定啊，这首一定要放主打。我非常喜欢这个版本，而且其实这张专辑你也跟邵大伦老师有合作很多首的词。是，好，我们也来听听这首歌曲《风吹孤单》。是，风吹无散，阮犹原吹无散，目睭点点流汗，不是真的孤单。轻松放松，无滋味的情歌，天气感动。心肝划破你的喜欢，阮做做着生活，伊知你真体贴我，伊知我伤心的希望，我有希望啦。别搁想回去的梦，我坎坷路途，我知。情歌，天气感动阮心肝。
是咖啡同学林，今天陪大家一起听音乐的这个女神是谁呢？大家好，我是张涵雅，欢迎涵雅。用这么温柔的声音，因为开始我们要转变了一下，对不对？对，刚刚是比较有态度的，是。那接下来我们要走心温暖，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台语歌来讲，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想象的可能比较悲情，但是这张专辑我觉得它走的很多是走温馨，然后小品是民谣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就是希望能够除了应该说我们整张专辑有2/3，都是比较轻快的，比较正能量的，开心的，开心的。那当然我们还是有收录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曲，大家喜欢听的抒情歌曲，然后不管是幸福的还是有一点点小伤心的这种大家喜欢听的情歌路线啊，都其实我们都有收在里面，希望能够，因为情歌的传唱度其实是蛮高的。对，但是如果你要 party 的歌曲也是有啦，也是有哦，被游记了不介绍一下这首歌也蛮特别的，摇对，这首歌其实是这一两年非常流行的 Despacito， 一个很中南美风的一首歌，雷鬼风。那后来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曲风，只是语言的不同而已，那为什么不能把这样各式各样不同的曲风套进去我们的台语歌，台语的这个语言里面呢？所以找来 Mazka 合作。对， Mazka 就担任我的这首单曲的单曲制作人。对啊，但是像这样子的 Reggae， 你在唱的时候有没有身体要来一些律动，或者是其实我觉得你也很挑战，里面自己也是有念 rap， 对不对？对，嘻哈饶舌。哎，嘻哈 rap 不好，就是像我就可能会变鼠来宝。我一开始也是从鼠来宝开始的。很难吗？你在就是譬如说你拿到词，然后当制作人跟你说，哎，你这一首歌你要自己 rap， 你怎么在家练习？我光在录音室前的事前准备，我大概花了有2个礼拜，真的整整2个礼拜，我就是不断的 repeat 听怎么念，然后听熟了才有办法跟着念。而你跟着念之后还不够哦，因为那个味道，有时候 rap 就是你不是好事989电台，而是好事989电台这种，你要有点那种音调上的改变，那其实对我来讲很困难，而且特别如果说是老师的话，你平常要字正腔圆，然后你要好好的教学生讲话，那个语速突然之间呢，整个要来一个 beat 一个节奏，对，好难哦，其实非常难哎，而且我们你看我唱歌唱了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嘻哈饶舌这种歌，所以这首歌算是有挑战的作品。像这一次，除了跟苏通达老师合作、Mazka 合作、邵大伦老师合作，啊，跟自己的老公合作之外，还有跟萧煌奇老师合作。对，萧煌奇老师啊，帮我就是我跟萧煌奇老师邀了一首曲，那首曲我们后来把跟邵大伦跟我先生一起填了词，变成了一首很幸福的歌，叫做《妈妈》。真来听这首歌好吗？好。我来献唱一首歌，希望你会当知影，红路中有啥人通依我，茫茫渺渺找袂着花，找来一阵风飞散，无情彼人阮无断线的生活。唱一首歌，希望你会当来听，免惊吓，让我陪你行，温暖的心温暖你的忧愁，为你找着人生的希望，请你不妨来吧。
等待星空回航，几杯色格无比吧，慵懒的小酒外表素雅，总有几分难为给是咖啡糖。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上呢，邀请到这位其实曲风非常多元百变的张涵雅。Hello， 大家好。好，这张专辑对于张涵雅来讲，应该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从十年前，然后歌唱比赛，对，然后一路到发专辑、入围金曲，对，再到呢有了新的开始，结婚、生小孩。其实这过程当中，到现在这张专辑的诞生，你一定心里有很多的起伏。对，其实2013年那一年拿到了应该说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演唱人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在唱歌的这个生涯里面被大大的肯定的一段时间。但是很快的，从那一段时间到我后来不到一年就决定回去学校教书，也是因为我觉得得入围了金曲奖之后，好像接下来也没有其他的机会或更多的方向让我去尝试，所以后来那时候其实是带着一点点挫折的心情回到了教职，那其实也是让自己有点沉淀的机会，重新再去思考我接下来还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创造些什么。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其实你在2015年就已经数位发行过了，叫做《婆阿香》。是，有人说它是台语版的《掌声响起》，那歌词很厉害，集结了很多台语经典的歌曲。没错，它就是我们把过去非常知名的，而且非常大家很熟悉的金曲。都是这些台语的金曲的歌名，我们把它放在歌词里面，其实也是像过去我们都很熟悉的天王天后，台语界的天王天后致敬。那当然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来感谢我出道十年了，那这十年来不管你曾经给我过掌声，还是你曾经鼓励我支持我等等，不管你曾经给我一点点的力量累积成我现在的我，
我都觉得到现在满满的能量，对，所以我都很感谢，所以我用这首歌来当做整张专辑的 ending， 希望回馈给所有曾经支持过我的朋友，谢谢你们。这样，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而且我觉得它当做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其实，它不是一个句点，它是下一个起点的开始，所以下一张专辑可以不要让大家等那么久。好哦，没有问题。而且有没有 Facebook fan page 跟大家讲一下？有有有，这个大家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张涵雅，其实我的粉丝专页很简单，就是我的名字而已。OK， 张涵雅，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更多人听到我们这张专辑，听到我们很用心做的音乐，听出台语歌的新希望。是，希望大家可以购买专辑，听了就知道。是，今天再次感谢张涵雅来到节目上的宣传，谢谢你哦，谢谢。一个人站在这，有台灯火照着我，一条歌唱出声，走过我最惜别的海岸，一段路这歹行，青春啊悄悄就煞，一个梦，阮希望永远唱歌予恁来听，一声一声的破歌声，予阮甘愿向前行。因为有恁的陪伴，我才有伊的生命。一首一首人生的歌，恁拢欢喜真中听。一寸一寸的感动，有恁的支持，思念袂惊。就像好